我每次给客户找到需要的房子，带给他们家一样的温暖时，内心觉得非常的骄傲。你能有点出息，你是在卖房子，不是在卖身。学区房，名牌大学，好工作，在人生风雨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你去做教育家，你去做心理医生不好吗？你懂不懂一个房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？骗子，诈骗子！你就要这么的天真，承担全部后果。但我们这一行是跟人打交道，你但凡有一点点不用心，影响的不光是业务，会伤害到客户。就在那一片，买一套属于我们俩自己的房子。为了所有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在这座大城市也能找到像家一样的归属。